龙仔厝还有塔金的旧称和现在叫马彩的习惯称呼。府内面积不大，坐落于泰国中部下半部塔金河口附近，距离泰国湾海面只有2公里。马彩市场是泰国最大的海鲜产品交易中心，来这里游玩的人一定不会错失在此饱尝既新鲜又便宜的海鲜的良机。顺路可以到邦董盖迪村参观工匠制作传统陶瓷器的纯熟手艺。游览龙仔厝新开发的旅游景点，带给您更多的享受与满足。马彩市场的海鲜在泰国最为出名，想到海鲜肯定会先想到马彩。安纳信徒教堂内矗立有全亚洲最大和360度旋转的安纳信徒塑像。在格勒格拉寺内，普高僧塑像被虔诚的萨西姆佩戴上墨镜，成为国内唯一戴墨镜僧侣塑像的罕见景象。龙仔厝虽然是小地方，但不容错失交臂。